第一个605垃圾。你说的专用是这个吗？要是这个专用的话，兄弟就不用太问太多了啊。这个好东西，这把武器伤害高，命中高，伤害不高，命中700多。就这个狒狒啊，老板，这狒狒，这个伤害再多30你都起飞。607、160的专用，那专用咋地得达到890，你不890你还不如买非专用呢，对不对？698除以个3加607，又得补底子又得刷神器的，839.66啊，然后双加是70，70乘以个0.57，为啥算0.57？因为现在先祖武器才值钱，狮驼岭的武器得用900多出伤的，890是先祖的要求，加上一个839点六六啊，879。这把武器给号能加上一个，我看一下号底子吧啊，加上一个万八的有可能啊，这号加还不加呢，操！这把武器你说你买了以后打不打宝石？打宝石打进去就基本亏进去。武器如果花钱买的话，打宝石就要亏进去啊！你打14段不可能，也就是13段。13段的话再加上个125啊，1004先祖也还行啊，就是耗的底子比较差。不行，老板必须有梦想，就给这把武器加个10000多卖，就死卖，卖不出去他妈就摆啊！别听他们的加800，这武器原身还800块钱呢啊，分解还有可能出原身呢啊。这把武器非专用的话也是能卖成一个30000块钱的东西啊，不过专用的话它就不值得打宝石，关键号底子还不行。那买非专用的人家号直接满修的，这种宠修没法补，你要说加10000块钱还不一定能卖出去，但是你又没法不加。老板军火没少鉴定啊，这把武器我看这个不磨啊，不磨值钱，不磨用793减去75，命中718除以3加568，武器的话807。哎呦我操，这不磨小30000啊，这不，老板这个不磨比你这个专用厉害多了。兄弟们可以搜索一下807的锤子，我告诉你的价格是小30000。